人永远是这样，别人扶了你一把，也许你很快就忘记，别人踩了你一脚，也许你会永记心中。做人要学会多记好，少记仇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品行。谁都有不足和缺点，谁都会自私和犯错。朋友之间记住别人的好，就会拥有更多的朋友。家庭成员亲属之间记住别人的好，这个家庭一定会其乐融融。几句心里话送给朋友，记住别人的好，用一颗感恩之心去生活，才能看淡琐事，放下烦恼。如果一直耿耿于怀，带着一颗怨恨之心生活，对别人是一种伤害，对自己是一种折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